他很希望阿弥陀佛保佑这个方案。请假做完了，所以在这里我要讲一句话：你来佛门，你要我帮助你保佑你，你先去帮助别人、保佑别人才对嘛，对不？那也就是说，你来问佛门，你是在利用我，你弄这个道场，你利用我来保佑你全家，那我们也一起弄这个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急救给我嘛，要弄给我行嘛，信不信啊？你，我在做会长之后啊，那还得了啊？最小的是弯头啊，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，你把心放下。你把你的身心都放下，完全利益众生，我感觉到你也将生波比有罪，真的是如此。我阿公阿妈他们在帮助说你的时候，有没有求助你要保佑我家？没有呢，我们完全都付出呢。啊，我阿公阿妈在我们的附近开了一个庙啊，以前干庙都会把名字刻上去嘛。上面还有我还做的名字在上面嘛，我那个时候就问嘛，我学了佛，我就问老一辈了，哎，我还做阿公阿妈去帮助别人，有没有求我的？你公公不，完全没有，希望大家吃得饱饱，睡得好，因为他们没学佛嘛。我阿公只有一个想法，你们有困难帮忙你，大家小爸爸啊，困了爸很可多。因为他的村民叫大困爸没事情，村长就很轻松嘛。村长怕村有事情发生嘛，不求无愧。佛菩萨自然庇荫家属的行家，所以希望诸位单开始开口靠下。当你无所求的心，你跟诸佛菩萨已经相应，他把你的家保护好，因为你可以帮助更多的人。这就学习归念菩萨。啊，你如果处处求菩萨保佑你全家，保佑你自己，你什么都做不到。我们跟阿难尊者来学习。阿难尊者发愿纯正，因为他此地众生不为自己设想，我看到安心，全部的我都不知道。希望诸位能够明白，当然还有更多的好处，更多的利益。时间关系，我们就留到明天继续跟诸位做分享。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